还有比这再大点的了？那啊，不是啥样的都行，就再大点的。白的吗？啊，行，结实的。你要不装沙不滑的事儿，那不是我装猪肉，我要装猪肉。冻的吧？对，冻的猪肉。不好说啊，冻好了装。我看看都什么样的。太大了。多大吧？能装几斤？装多大？超大，装二十斤。你拿出来啊，看看这个怎么样？啊，这一袋是多少个？一袋四十个。一袋四十个。那这多少钱一个？那才五块钱。五块钱。你便宜点，我拿俩，然后我再拿四个这个。那个，你不用说了，我这个是要你多，你要最低一天没多少你这，不多少你这卖三十块，我给你仨三块钱。我就是拿装肉自己家的，给自己家装肉，然后我看看啊，这些行，这些应该差不多了。哎呀，这家太冷了，今天多少度？28度。二十八度。五点半了，咱这个公交车啊都出来了，咱今天回家，杀猪去。咱哈尔滨进入39之后啊，这天儿。真是冷的可怕呀，嘎巴嘎巴冷啊，这空气都凝固了，我就感觉冻凝固了，这嘎巴嘎巴冷都形容不了这冷了，南方小伙伴可能都没有这个概念啊，就是现在这个天啊，穿多厚啊，一会儿就冻透啊，就咱这个车正常情况下啊，-20度开10分钟啊，这水温就上来了，就我这个车现在热了10分钟，现在已经又开了15分钟了，这水温都没上来呀。7:15了，江巴刚亮天啊，咱到家了，袅袅炊烟呢，这都开始做饭了，这小烟都全冒烟了，杀猪的到位了啊，咱现在开始抓猪，这个杀猪宰羊了啊。哎呀，太冷了太冷了。对呀，有笼子省事儿啊，就是往笼子里一赶，是不是啊叔？对呀，就是往笼子一赶，四个人一提。哎呀，咱去抓猪啊，要说还得专业呀，还得专业，啥都有。哎，太冷了，太冷了。这咱没有壮劳力啊，我跟你说，这农村干啥都整不了，还得人多呀。来，把这个案子找好方向，看好风速，然后咱就开始，咱大锅就吃上了啊。咱烧水啊，这个把这猪啊得秃噜噜。哎呦天哪！现在咱这个哈尔滨呢，是真冷啊，嘎巴嘎巴的。我感觉现在有这个-30度啊，是真冷啊。是不是啊？28度，我感觉现在是泼水成冰的程度了，现在是真冷啊！哎呦，现在这手在外头5-6秒就冻得不行了。哎，咱现在烧水，一会儿那个秃噜猪用。哎呀，这是纯污染呢，这家伙全是烟呢。现在纯烟呢，这家伙绝对是纯污染。哎呀天哪！咱那个水啊，之前我妈都给烧开了，这烧开倒的，这是还是不行啊。想着这个，这不能快一点吗？嚯，有这鼓风机就好使了，家凿得旺，凿得旺。这猪啊，这家伙6个人整的，这猪啊，你说多费劲吧？这猪老坐下，就知道到肉了，不跑啊！说啥不走啊，这猪啊！你看看呢，这猪老往那坐，就不走，高低不走啊！哎呦，操你！哎，这猪，这猪啊，这家伙5-6个人整的，终于出来了。哎，慢点，慢点。你看看，就是不上套啊，走啊。正常就是把他脑袋给盖上了之后，然后咱这个让他看不着，行。但是这猪太猛了，你知道吗？这猪，哎呦我的天！啊，出来了，这家太猛了。这猪太猛了，这家伙，哎呦，多少个人整啊？这又加入一个，咱是6个人呢、啊，现在加我7个人，这上不上手？你看这猪老有劲儿，哎我操，这猪急眼了，眼睛都红了，这猪急眼了，气的。你垫点，没事。来，搭线了，搭线走。哎，又给大家录啊，咱杀猪了。啊，先看看这老的猪。是啊，这人家够苗的。这猪给我叔都给绊倒了，这家太有劲儿了。6个人整他呀，终于给制服了。这猪你看不算太胖了，这家伙真有劲儿。你看看，这猪多有劲儿啊！哎呦天！这猪主要是天天吃大白菜、苞米面，你说它能长不了那么快？这就不错了，是不是啊？你要是咱要是有啥说啥，要搁那个饲料，你看看快不快？3月份抓的猪到现在多少个月了？12月底了，刚长这样。我说这猪还是瘦，长这人家专业杀猪的，700斤的猪都见过。那家伙，你看人家这绑那个猪腿绑的专业，绝对专业。
绝对专业。我爸生气了。这个猪肥是啊，现在一看呢，后面有蛆儿。哎呦天哪，这家伙，这家肥是啊，你看看去，他都知道他到瘦了，他不往下下呀，这猪啊，咋肥头大耳的？这个大，这个大，你看这屁股，你看这屁股多圆，嚯，家伙一落不动他都，落不动。你这咱说少人根本都整不了他，有的人专业干的，人有那个笼子，就是说那个给赶里头，给那笼子赶里头，然后直接好好整。咱这个五个人整都费劲呢。咱今天哈尔滨是真冷啊，嘎巴嘎巴冷啊，家零下30度，就是手现在就是在外头有个10分钟，没说吗？你要是说给你砍一下都没有知觉，是真冷啊！哎呦天哪，嘎巴嘎巴的，啊？你出来打来了吗？啊？赶趟呢，赶趟，还没系腿呢，系完腿的，你这下整不住他，这家整不住啊！哎呦天哪，这大猪能抢食的，这家猛。对啊，他能抢食，给那个熊呢，就我那天我喂他，他给那猪拱可哪跑，他在那吃，那个抢不过他。咱开始把这个猪蹄子，哎呀，这家真有劲儿啊，跟猪摔跤有技巧啊，让我爸绑着这个位置，给这个前肘给他窝住，就给他束缚住了。现在一看相扑也得这么学呀，这家伙是真有劲儿啊，嘎嘎的，哎，5个壮劳力呀，这家伙才整了他呀。你看不着呢。现在一看呢，这个猪啊还胖乎点啊，咱那个五花三层还能看出来点，大家看看吗？还能看出来点，之前那个有点太瘦了呀，有点太瘦了，这家伙那个有点太瘦了，就是看不来个数了，有点就是一点没有肥肉啊，俩全瘦的，这一扇儿也就40斤左右啊，没有多少，就是说这个西料猪咱吃一个大白菜的，这是没有那么多呀，真实这个剃下来之后没有那么多肉啊。现在一看三个人将把火才把这个猪肉给抬到桌子上啊，这猪肉啊肥肉特别小，这个猪肉现在一看肥肉太少了，这家伙全净肉啊，这猪啊真是太瘦了。现在一看呢，咱终于进屋了，现在开始这个剃排骨，给这个排骨啊还有肘子这一块先都给它剃下来，瘦肉特别多，这家伙没有啥肥肉啊，没事，没有肥肉，那可不呗，一边都没有，你看一看，给大家看一看咱那个肥肉也就一指啊，一指都没有，一指都没有，你看一看这咱那个喂的大白菜，这一看真是肥肉不长啊。这猪现在就是差不多成型了，刚这个改刀刚整出来。不，咱进屋给他家改刀真不容易啊，可哪找这个喷枪啊，终于找着了，你看一看喷的还是挺好的，这个到时候用水一泡好好一蹭啊，这就完事儿。主要这个猪脚趾盖不好整啊，哎呀妈呀，往下抠才费劲呢，这家伙抠的可费劲了，还得砸，连砸带抠啊，好在还行啊，最后咱那个顺利的完事了，哎，热乎都快烤熟了，这家伙，哎，哇，这热多也趁的，那这大猪蹄子，这大猪蹄子是真带劲，胖着乎乎的，都得给它揪回去，咱不能让人自己整，但是该说不说的，这玩意挺不好整啊，不到位，你们自己对，最后还得泡一泡，自己再刮，说前半能抹哪的，对就好了，是不是啊？对，等那个我家这个就都这么，再等一下子。好，刮完之后焦黄，那这得焦黄，要不你咋说？你焦黄呢？嗯，要咋说？就剩你说，你烤你就。那肯定掉秤了，都不能寻思了。我看啥东西的？大家看到了吗？就咱这个血越搅越凝固，这个就是血筋儿。这块有说道，我为了记得结实，记住是吧？记住不行，这玩意滑，一般不好记呢。我咱就记得还是记住。这个是炒菜，猪蹄块。哎，咱现在灌血肠，你看这个血肠里头咯咯楞楞的，这是猪油，然后里头打的鸡蛋，然后里面啊还有咱那个好多佐料啊，就像那个葱花啥的。这家伙，你看这东西一般人整不好呢，真是不是说你谁你都能整了的这玩意儿。血肠的这个配料，再一个灌，这都是技术活儿。这祖传秘方，真的。现在一看，我二舅讲话真是祖传秘方。我三舅把这个灌血肠学会了，我三舅你看人家这扣系的嘎嘎的，该说不说的，这个扣系不好，它粗了滑，然后是整不住它。看这一个个的，哎，这血肠嘎嘎的，现在你看，对，绝对好吃，绝对好吃。我现在闻它这个血肠味就香，是不是？搁老多味佐料，是不是？哎呀。三舅，我啥也别说了，这三舅经典，我跟你说，绝对经典。我三舅就是那个一般不愿意那啥夸人，知道吧？但咱这笨猪养的确实太遭罪了，这点猪养的，现在一看没回本啊，白扯。
咱一会儿吃杀猪菜啊。现在咱肝已经好了，用清水啊，咱又这个煮了一遍这个肝，然后呢，一会儿咱切片，搁在咱这个大锅里啊，咱这个大锅里全是穿的酸菜呀、啊，还有各种东西啊。这个，哎呀，这个是肉皮，还有咱的后秋肉啊。今天杀猪，我妈格外高兴啊，这个来了好多人，这个帮助我家，然后买了点这个喝的，这边都是拌凉菜的。哎呀妈，这家伙真冷啊！什么呀？这是喝的，哎、啊，喝的啊！完了，那啥，水果，水果咋吃啊？这扒着吃呗。然后还有罐头，那个酸黄瓜，我寻思炒一个肉丝儿不行吗？酸黄炒肉丝儿。行，然后这凉菜拌一个。就这个酸黄好。对啊，这个开胃啥的。咱现在这个杀猪菜啊，基本上快完事了，就差一个血肠了。这个黑颜色的这个是血筋，然后咱有猪大肚，这个还有猪大肠。哎呦天哪，苦肠。然后咱还有那个这个五花肉啊，有肉有骨头。有肉有骨头，大骨棒，大骨棒。哎呦我老好了，咱那个血肠啊不能搁这里啊，咱先用净水先煮熟的十多分钟，一会儿再跟他烩。这个叫血筋，看一看这个血筋呢、啊，就是用血，就是那个刚出来的时候一顿搅，这个特别好吃啊。哎，咱那个味儿先上来了，是真香啊。咱血肠也好了，给大家看一看，这个真不错呀，这个味道真香。咪，尝干啥呀？完了走了，两斤，这两斤。给那小子喝没了，跟他多说两句啊。干一个行。干一个。我都是白酒啊，看一下。今天呢、啊，这个非常高兴啊，咱这全是白酒。我不喝酒，没上桌。这是咱们东北的这个杀猪菜，有这个苦肠、血肠、血筋，还有这个五花三层，这个酸菜，还有这个肝儿，很不错啊。然后咱这个家常凉菜。嗯，到什么名了？哎，喝那个，喝哪个？我喝那个，喝这个，不喝这个。都特别好吃啊，咱那个。啊，那个啥的，还有血肠。大马哈鱼，还有咱那个五香小熏鸡儿，这是五香小熏鸡儿，那边是鹅肝肠，那边是血肠，看看咱这个直接上大盆了。现在咱杀猪菜下的最快啊，喝三瓶白酒了，三瓶了，咱这个三瓶白酒下去，一大盆下去大半架子。你得喝好了，再喝一头。还等你，这家这一缸子也是白酒啊，我的天，这家伙三缸子全是三瓶。那就可定好，是吧？四瓶子，那一月或者自己带的小烧，罐头瓶子。哎，我他妈这干什么？回去。太狠了！喝酒占鲜花吃。那我也来点。来点。鲜花，欢迎大哥到，咱们能喝点啤酒。刚才一个声音比我大啊，这是哥哥了。有大哥啊，这有大哥，自己带。我老弟，嘎嘎，有事儿我老弟肯定麻烦大哥。现在啊，咱东北啊都是小老头了，在这个农村，你知道吗？都是小老头了。但是你知道吗？这个现在就咱们能留下的，就现在咱们留下的呀，就特别特别的朴实。真的，我个人觉得就是这种乡情啊，越来越少了。通过这次抓猪啊，感觉咱这个乡亲父老啊，特别的质朴。好长时间没有这样的气氛了，特别好。